切西亚，等一下啦，我先用纳奇，纳奇。这边哈，一样先打右边的，一样先打右边的。你看哦，他虽然是关卡进新珠，但是纳奇还是会找出新珠来，根本就是爽，根本就是只有爽而已。现场啊，等一下。现场带个那个什么，现场带个那个就好啦，转新的啊，那个木翼戒就好啦。我这边轻松洗技能，好，那其实应该不难吧，感觉绝对比刚刚那最简单。20星盾 OK 的啦，这边是那个什么无主盾都有吗？给我目光暗有，这边你们看好了。好，感谢大师赞助。快订阅下去，给你最爱的小阿扎布鲁队，你讲个组合吧，你讲阿扎布鲁队，我要怎么组出阿扎布鲁队？对，这边先开这个。这个好，然后再加啊，直接开一开好了啦，算了。我看一下，我打不死啊，我还惊欸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抱着他一定会天降的决心，你知道？天降没天降，我就开龙科，来不及。过了，谢谢支持，谢，支持就按订阅好不好？行动最重要。我不求抖内，我只求订阅，好不好？订阅就是一种最大的支持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费雷亚这边，是不是我打他会很痒？我是不是打他会痒痒的？看这妖兽痒，真是妖兽痒。但是这对。不会缺新珠，所以可以慢慢打。玩那 CD2 嘛 ，CD2 就是爽。通常两回合这样子应该都补的不会来吧 ？A 干好像补不太回来，你直接开这个。亚瑟打穷神，穷神很简单啊，应该不需要试了吧？我觉得穷神很简单欸。好，我们来到这个光暗地区一样多的这一关齁。这一关的话基本上直接打黑齁。有这个双巫的威力干打不死。光暗要一样多。好，吕布我还没试过，然后这边是缩时两秒，然后一定要带走，没有带走，是不是有附加消除啊？我刚刚有一个附加消除，难怪，这边木屋再开下去，木屋开下去之后呢，我们必须要，你们听我讲，手转，然后开龙啊，不用开龙。
这边应该是开个纳吉奥，然后开龙哥，他滤出很多的水珠，滤出很多水珠。好，这样子，然后再开下一关新珠盾，你就开梅菲瑟就好，就过了。铁扇不能开哦，因为下后面还有附加消除。这边就开这个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全消。哎、欸、哎，没有20颗。这边是个错误的示范，你一定哦要滤出整板水。啊，忘记棺木屋，没有关系，真的没有关系，我们靠铁扇一只就好了。我们靠铁扇一只就好了啦，不用木屋了啦，不用木屋了。可以不用开纳吉，为什么？啊，对哈，他自己会做出新珠哦，忘记了，抱歉抱歉，因为我就是老了啦，大家也知道。记性会比较不好，一直忘记，然后后面就是一直碾过去，所以，欸，大家就可以知道了。其实这关卡纳奇打是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没骗你们，很简单的。九 C 纳奇打这个也是没有压力啊，纳奇打这个也是没有压力，天降一组就有了。没有的话，我们再赌第二回合，一定有，一定有的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对，龙哥跳了之后，其实也不需要龙哥，我们直接开纳奇，然后转这个正常转法。哎，还我还转失误，我还转失误，但是有铁扇是一定可以过的。啊，你如果没有铁扇的话，你这边可能要开个龙哥登上一下就过了，就很简单了，纳奇。没铁扇怎么办？其实放什么都可以，放什么都可以。真的啦，没骗你们啦，只是我都抽了，你就让我用嘛，好不好？不然干我都抽了铁扇，结果开台不能用铁扇，